事。这星期一早上上班，火爆杆被机车撞花了，机车车主得出钱把我的火爆杆修好，所以我昨天才开车去修车厂，然后骑脚踏车回来。昨天天气不太好，回来的路上下起雨又刮大风的，回到家还得保养车子。现在我要骑车去林口取车，倒数三秒后立刻加速。因为车长说帮我再去牵车，现在才4点多，我就先练练腿力好，就先骑空专路吧。
骑上南雅园区了。拍完照后，接下来要下黎明路接恒科呀。接下来要开始骑恒科呀了。
山林口了，现在也已经五点了，直接去修车厂取车吧。车厂的人看到有人骑车来，想说是谁，大概也不知道我就是车主吧。车给我看完后就开始聊天了，然后从我从哪骑来的开始聊起，最远骑到哪等等。影片再次告一段落，谢谢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。